一路示范，我先打牌跟你。横，立，现在盆手，这个盆手，啊，接下来理的时候，对方按摩的时候，我引进落空，这个手要什么？接下来，记，按，啊，举的手用法，是我按他的时候，我按他，他理我的时候，马成一定，举的手，下来是按，这个是按手。接下来仙人拂袖中盆，这单推你要抓我，先仙人拂袖，再来一次，中盆，接下来一领穿梭，一女穿梭，一女穿梭，二转拆，二啊，一女穿梭的用法，对方按进来的时候，这个转三句话，一女穿梭一转过来。一女穿梭二，对方按来的踩按，松下来，这个就踩，发，啊，或者要变化的时候，这个踩靠出去可以，啊，再来按，来变斜没事，是可以，好。坐后，横按转靠提手，横按的手，对方按进来，我引进落空，呵，记住，横按的手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。下来靠，再转下来，啊，这个是靠手，提手按过来，提手站手，这个这样抓两个指头，再来对方按进来，提手蹲咒转斜飞式，蓝锤，一手昏咒按进来，对方按进来，昏咒这边进，这边进，再来一次，对方按来，我们这条不要动，天门进，昏咒，再按过来，斜飞式。蓝锤，蓝对方打一拳过来，这步叫吊蓝，好像短架里面，帮蓝进锤，这个定步里面只是对方来，这个是蓝，这个锤我们可以用按，锤是用打，这个我们蓝锤开，他要挡斜步，左抓。右按，开合按进来，
再按，再按，按过来，要转斜度，啊，手肘要旋，顺着去，然后对方按过来，一、二，左抓对方按过来，左抓抓对方手腕，一按按手肘，这时候要很轻，要有根据，啊，就。抓，横按，右抓，左按，接下来，推，转推，横按，按对手，右抓，左按，抓抓对方手腕，左按，这样放出去，这样，这是按左手，要有机会放左。